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一二唱。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讲这个吼，这个讲这因果报应，这个好歹啊，拢在咱这个身躯咧咧行，哦，拢对咱的身，你行去到倒位啊，就对到倒啊，这一定的啦。所以你若知这个因果报应，该深入哦，你自然历练啦，你一点啊歹代志都唔敢做。哦，咱以前都讲足多的吼，这吼，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哦，你爱相信，绝对吼无差甲无错。但是这个因果报应哦，嘛有早嘛有暗的哦。有当伊要报应哦，唔是讲有个人唔知影讲前世，唔是。有当吼三世、十世、一百世前、一千世前，伊都拢规个来甲你报。啊，为怎样？那会安尼着嘞？因为啦，咱这个出世吼，有当哦，我比如一个讲啦，比如讲我吼甲伊个吼啊，在台湾结完成。啊，即马我改我是完成伊唔完，后出世就打波咧。唔过咧，我后出世我无出世台湾啦，我去出世带去哦，可比讲去哦去哦加拿大啦吼，还是讲去美国咧。啊，伊在台湾，啊伊就报袂着啊。哦，这段啊，就安尼一直过一直积哦，一直累积，啊，经过不啦世吼，三世、五世、十世、一百世，啊，拄着啊，迄句就爱报啦。哦，你所以咱来查这因果报应，哦，你爱了解哦，这。啊，你就知影，啊，这个因果报应吼，这拢是有根据的。咱咧讲吼，因为啦，咱若要讲吼，咱咧讲的道理啦，吼，像我吼，我阿弟啊咧讲的道理，我无根据，我唔敢讲。啊，这种咱老师、甲祖师，啊，这拢有经典的吼，拢有写经典。所以咱即摆吼要讲这个吼，这因果报应，咱今仔日落来讲这个吼，《那先必求经》内底一段文，安尼讲。那先必求经，这是简单啦，因为迄内底吼，迄经吼，你来去看这讲那先必求经内底就写足详细，啊，这简单。咱即摆是注这个重点写出来，互你知影讲啊，这个因果报应确实哦，无差无错，吼就安尼。这吼吼，伊讲这米兰王啦，有一天来问这个那先这个和尚啦。伊讲世间的人呢，年幼长命，短命又短命者，又多病，又少病者，又贫者，又富者，又贵者，又贱者，又端正者，又丑恶者，何以故？有殊不同也。那先言，比如诸事目之成果。有酸者，有苦者，有辛者，有甜者。那先问王：此等事目何故不同也？王曰：既不同者，莫哉各异也。那先言：人之所作各异不同，故有长命、短命。又多病、少病、又贫、又富、又贵、又贱、又端正、又丑恶。佛说经言：何富、贫贱、好丑、宿命所作，善恶随自行而得之。啊，对这个那先，那咱即马来看这个《佛老大师经》也解说：那先，那为那家之列？强之反义，先者当时呀、啊。此人生时有一大强，当时生，故父庙名曰那先，得罗汉果。在《佛老大师典》伊讲这那先是啥物？是啥物？那叫做那先？这个那，就是安那，就是那家的干爹啦。这就是唱的翻译啦。那要讲哪家哪就是唱啦。啊，这个先就是当时啊，就是这个哪，即摆就是这个哪先啦、啊。这哪先这个和尚这个人呢，
伊出世的时候，因家有一只大象，啊，伊只大象哦，啊生一只象迄细象仔囝就对啦。当时出世，所以因爸母才较好，即拉仙。后来伊修行得即个罗汉果，哦，你看，罗汉果就是脱生死啊。一旦得即个罗汉果了吼，就要修证即个菩萨啦。因为咱吼，咱仙文有四果嘛，哦，啊，伊罗汉果就已经在四果的中间就最高，过来就要修菩萨果啊，哦，即。啊，即卖就是讲哦，在即、這个。米兰王有一天来问这个哪仙回想啦，那要讲这个罗汉就对吼，哪仙啊，咱讲伊回想啦。伊讲世间的人啊，是为虾米的？哪有人哦，迄岁寿真长哦，有的人食到百外岁呢。啊，有的人哦，短命呢，那吼，有的人出世就死啊。啊，有的人哦，安尼食十外岁啊，二十外岁就死，就是有短命。啊，有的人啊，出世就一直病，有的人出世一直病哦。啊，有的人哦，一世人拢无病；啊，有的人哦，都真善；有的人就真好业，啊，好业，佫有地位，做官做大官吼、哦。啊，有的就哈下贱，安怎下贱啦？要讲无地位啦。啊，有的人哦，未出世哦，都一直咧互救济做乞食，哦，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有的人咧出世咧端正，啊，有的人哦，迄啰南疆哦，烟头啊仙哈。啊，若要讲女将哦，就会使讲穿安尼哦，会用讲穿许足水的啦吼，啊足水的。啊，有的人哦出世啦，足歹，啊个跳哦，有的人哦破相，有的人出世就破相哦。哦，你真侪人，有的人出世就小儿麻痹嘞，哦，伊就是安。为什么会那安尼啦？是为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哪有这种的吼？有这种就是这啦，长命、短命、水歹哦，有地位这吼这，为什么那无同的？啊，这哪仙呐、啊，就甲伊讲啊，吼，这哪仙这回想来讲，讲即摆用一个比如来讲，你较清楚啦。比较讲这树木吼，果子啊树啦，即摆这树木就是讲果子啊树，伊生这个水果，生出来水果嘛有，迄水果树嘛有酸的了。啊，有的人哦，就苦啦，苦啦，你若讲迄草干啊，就苦啊了，吼，对无？啊，有的人就险了。哦，有的人就险啦，啊，有的人哦，哦，生有的树啊，不是讲有人，我估计唔对，有的树啊生出来就安甜不不，哦，安足甜嘞吼，若、哦、要讲像迄落葡萄啦吼，啊莲雾啦吼，啊迄落即啥物，水来啊啥，哦，伊足甜啊吼，那都安尼都甜不不，吼、哦，未都足甜不，哪先来再来问即个国王，问即个米兰国。啊，讲这个果子啊树是安怎？伊所生的果子啊，咱无同的。啊，有会酸，有会香，啊，有会甜呢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哪会无同呢？啊，这个吼，就当问讲哪会无哪会讲为什么无同？就是这树啊栽啦，诶，哪会无同啦吼？啊，这个王就讲哦，这米兰哦讲啊，都树啊栽无同啊，果子啊树。果子啊，树的果子啊，无同，当然写出来果子就无同啊。哦，这个王来讲，哦，树啊，这果子啊，栽写出来果子啊，就无同。那先再佫讲咱人呢所做的吼善恶哦，个人无同。哦，有的人做善，有的人做恶啊，个人拢无同的，哦，拢无同。为着安尼，才有长命啦，才有短命啦。有的人哦，一世人拢破病，有的人都身体足勇的。有的出世就足善的，有的就好业，有的就做官，啊，有的就下界咧互救济，啊，有的就端正，哦，有的就安尼生做了安尼吼，真飘撇，啊，佫真水，啊，有的人就歹，啊，佫有的人就安尼吼，安尼破性，哦，即内底就干裂，伊则佫因讲吼，即哪些就因讲，释迦佛祖咧讲经典内底伊就安讲，讲那是好业啦，也是吼善。无地位，也是水歹，这种啊，拢关的啦。情是你所做的啦，你所做的这个善恶吼，善恶的果报。你善恶，你情是做善做恶，这些乱啊，都随这个起心的，都随咱的身躯，都随咱这个身躯吼，啊来咧报应啦。哦，即摆就来讲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就知啊，有安尼咱就知啊咯咧，知影讲这个善恶报应啊。一点啊，拢无差无错，吼、哦，
所以为着安尼呢，咱今仔知影这三世因果，确实咱若拄着吼逆境啦，顺境的人较袂要紧啦。你若拄着逆境啦吼，啊善啦，无地位啦，啊一世人搁破病，搁予人无聊咧，毋免怨叹，啊毋免怨叹，安怎毋免怨叹？啊你著知影，知影因果报应，就是咱前世做无好啊，吼、哦，这咱毋免怨叹咯。爱落天知命，吼、哦！迄阵啊，咱老师咪讲，爱落天知命，唔免怨天，唔免吼怨，唔免怨天尤人。安、尼知影，这拢是过去吼、哦，无论你三世、八世、十世、一百世所做，为吼做这个吼、哦、开天地啊，这人讲迄落盘古开天地所累积来这个善恶吼，亲像这个吼、哦。即、这个释迦佛祖一代佛祖，伊嘛是破病家呢。但是即摆即阵无要讲啦，后期再来讲释迦佛祖伊破病，一般诶佛教徒伊毋敢讲。哦，咱即个拢有根基。哦，伊若无根基，无言诶。哦，我都无咧讲诶。我无言，啊，我无甲你趁钱哦。啊，无言诶，后盖啊落地甲抽自己咧吼，我无咧讲。所以拢有经典吼，咱拢照即经典讲。哦，说即种安尼，所以咱哦，若知影就是讲，即世咱所做无就是哦，咱看我即世都无做，我拢我安分守己，啊是安怎我会拄到这环境？啊，这就是前世啦，前世所做嘞，毋免怨叹哦，毋免怨叹。对这因果报应，我今仔要来讲一个吼，实在故事。即摆这题目叫啥？接福啦，做神，修接的一个福灵人哦，伊死了后马上去做神，啊，这实在呢。是安怎叫做接福呢？就是伊来有修这个三种四德，真正有修这个规矩、有道德，佮有贤惠一个查某人。后来呢，伊哦，伊死了后呢，啊，在咱李顺良祖师哦，在这个五经堂讲遍哦，讲伊去上天哦做神，这是真人真事。啊，即摆讲伊发生的经过，哦，即摆讲伊是安怎哪有法度来做神，在咱台湾啊。这故事在台湾光复前啦，甲后这个中间哦，光复前这个故事，算来嘛是这个现代啦。人要讲这百多年俩个代志，嘛是讲这个现代发生在咱台湾彰化有一个农村啦，啊庄脚的所在吼，伊因为伊迄庄拢有，人要讲农村就是做田人就对啊，吼，我知影。啊，即摆只啦。这名是假啦，因为伊有子孙啊，吼，伊有子孙啊，吼，安尼哦，啊，佮伊家族有较复杂，所以我袂使讲伊真名。名是假，啊，伊故事是这个人啊，做代志是真的。这个吼，在民国29年的时候，迄当时也是日本吼咧统治咱，吼，咱到34年才有共和嘛，啊，所以29年迄阵啊，日本咧甲咱统治咱台湾的时阵哦，发生的代志吼。在迄当时啊，有一个查某人叫做黄淑琴，黄淑琴。啊，伊迄当时17、18岁啦。啊，伊自细汉哦，都予人做新妇啊啦。啊，做新妇哦，伊真乖哦，伊真乖，伊真捌代志。所以咧，伊大汉的时候，因迄养爸养老母哦，伊敢若生一个孤囝，想讲啊，这新妇啊遮尔乖哦，哦，那甲嫁掉，可惜咧。前啊吼，甲因即个、甲因即个、因即后生哦，都煞做伙，都甲结婚啦，吼做翁仔某。结婚了后呢，啊，因即个翁嫂做啥？哦，做陈水土，哦，做陈水土。啊，结婚了后呢，结婚了后吼，阿哩吼，人要讲吼，会用吼，即个黄淑琴嘛，我著讲伊都足乖咧咧吼，啊，伊会使讲吼，对因即个吼。顶啊，对因即个大家官，若要讲，就是伊的客老母啊。即摆讲伊的爸母啊，讲较简单啦，好无？对伊的爸母都足友好的，啊，对因即个翁婿哦，都很尊敬，都尊敬。而且呢，对因即个大哥、细哥哦，会使讲足好好的。啊，因在即个结婚过当年啦，哦，结婚过当年的时候。啊！伊即个吼，伊就甲因翁即陈水土呢，生一个白泡泡的即个后生就对啦，吼，查甫囡仔就对。所以会用，我是一个真美满、佮快乐的家庭呢。我经过了2年，佮生一个查甫囡仔，陈
但是咱俗语有一句话在讲，讲好花不常开，好景都不常在。生这个查某囡仔了后呢，无外久呢，迄当时啊，中日战争，会使讲非常的激烈。所以咱台湾的一寡这少年人啊，啊，自安就去做日本兵啊啦。做日本兵呢，啊，这个水，这个淡水土，伊嘛同款啊，就爱去食钓去做日本兵，去大陆做日本兵。了后呢，这个家庭一切责任嘛，啊，就因为这个吼黄秀琴啊，就吼这个黄秀琴哦，啊，打起来了，哦，带因翁就去做兵啊呢，啊，安尼呢，啊，就食打起来。伊一方面呢，啊，奉待因爸母，啊，过来关照因这大姑细姑。又过爱过请用伊一对的这个囝儿啦，会用讲刻苦耐劳。但是哦，这黄秀琴嘛，无丝毫的怨言，伊心肝内只想安怎，希望讲啊，这场的战争啦，看有法度讲早日吼来吼来结束，啊，互因这个红世这个淡水土啊，转来，安尼来规家遐来吼来过来团圆，干来一直想安尼。经过了民国34年，咱中日8年的战争结束，哦，迄阵日本就无条件就投降啊嘛，哦，这大家拢知影，无条件台湾，咱台湾哦，光复了后呢，啊，当一寡日本人拢嘛转去啊，哦，拢转去啊，哦，在迄当时呢，若无战死的这个在这个战场哦，34年到这个37年的中间哦，会使讲全部啦，咱台湾哦。会一寡去做日本兵，安尼吼，安尼一直转来，咱台湾就对啦，拢转来。但是呢，到37年哦，拢无看到这个淡水土这个形影啦。迄当时啊，这个秀琴心肝就非常的着急的。唔过在伊的心肝内，就无感觉讲因翁会死在战场啦。所以啊，伊就一直吼到处去探听啦。我家己因查某人嘛，啊，就去安尼到处去探听。但是拢无淡水土这个下落，伊心肝内都着急，搁痛苦，即款的心情会使讲无人法度人体会哦。经过了一段时间啦，了后因只厝边啊，甲所有因只亲戚朋友啊，拢认定讲啊，即个淡水土啊，一定死在咧战场啦，啊，一定死去啊，无怀疑啦，一定啦。为着安尼咧，因即个村内人啊，看到即个黄秀琴。年纪轻轻，搁这么啊贤惠，这么啊好女德，啊，就来守寡，太可惜了，哦。所以一寡吼怜香惜玉的这少年家啊，就叫这个媒人婆啊吼，啊，要来，就来甲因这个吼，因大家官安尼，来搁改嫁就对了，就安尼啦，就安尼搁来提亲就对。不但是安尼哦。而且嘛，有一寡伊咧庄内的人哦，无守规矩、无道德的这个吼，查甫囡仔都来甲欺人的，甲这黄秀琴欺人。但是呢，拢互这黄秀琴嘛，甲伊拒绝吼，伊就坚定啊啦，坚定讲伊要吼，伊要专心吼，意义要来奉待因这个爸母，要来甲请用一对的这个吼，这个吼，囝儿就对。安尼了后，佫经过，我这是简单讲。哦，自较重要哦，佫经过一段时间哦，这个黄秀琴嘛，伊心肝啦吼，也袂死心，伊较想了想讲吼，阮水土也无死，绝对无死就对啦。啊，无死，伊一直想讲无死，啊，当面嘛，到尾就去拜托啊了，拜托因这个亲生的老爸啦，来甲伊帮忙，哦，甲伊探听这个水土的下落，在因这个亲生的老爸啊。看到这个黄秀琴，虽然细汉就予人做养女呢，唔过看到这个查某囝嘛是我亲生的呢。虽然细汉送予人，唔过看到伊遮尔啊思思念念伊这个吼水土啊，伊这个红世的心情啊，所以迄当时因这个亲生老爸就甲答应讲好，我决定吼要尽力来甲你探听。这个水土的下落，啊，自安尼了后呢，因这个亲生的老爸啊，就主啊，会使讲招聘咱台湾所有的这港口，哦，咱较早港口足侪嘛，家人哦，鹿港岛一带，拢一直去遐找就对啦。
找所啊，佮而且哦，佮去探听佮所有的这台湾人哦，去做日本兵的人哦，扎有扎这个淡水土的血路，人咧讲来讲，上天不负苦心人啦，真热咧，互伊探听消息啦，探听消息哦，讲这个淡这个吼、哦，若在迄个吼、哦、战争激烈的时候、哦。有一个日本兵讲，那迄当时哦，在你中日战争哦，你甲你伫烧台时哦，啊有一寡迄落吼，迄落做日本兵的，咱台湾做日本兵的吼，正走啦，走迄倒咧，走去海南岛。虽然无确定啦，啊因即个亲戚老爸都甲即个黄秀琴讲，听讲吼，讲是有一寡吼，有一寡即个军队哦，走去海南岛。啊，到底毋知有影有即个水土有走无走，嘛毋知咯。毋过听着即黄秀琴听即个消息咯，虽然啦无确定，毋过比中着即奖券还佫较欢喜，最起码有一点点的希望，安就对啦。了后啊，因即个亲戚老爸啊，就去港口呢，甲海关的人接洽，吼、哦，讲若有即、這个吼，比较讲若有船有迄船只去海南岛，吼、哦。也是讲有去即个海南岛做生意的人咧，啊，就去探听，看有即、這个吼，有咱做日本兵的人有去海南岛，叫伊去探听。啊，恁了后就去拜托哦，一直去看，哎，真正吼、哦，无外久探听出来，讲有啦。遐迄落去咱台湾人去海南岛迄搭吼做生意吼，才知影讲吼，因遐吼啊去秘在山顶啦，毋知影讲咱。中日战争已经哦结束啊！啊，日本大家拢投降啊，唔知啊，搁唔知啊，甲讲啊，迄久才知啊。淡水岛啊，拄啊是其中内底一个人。迄当时啊，知影了后啊，啊，自安尼啊，因即个亲生老爸啊，啊，才怎啊摕钱嘛？摕钱伊久第一搭无钱啊，才摕钱啊，互伊坐船转来。啊，坐船转来会使讲一家伙啊，哇，大细会使团圆啊，安尼甲算算个头尾，自伊做兵甲伊转来中间呢。拄啊有十年的即个时间，讲起来即时间嘛袂算短啊，有十年了。即黄秀琴哦，伊当时已经30岁啊。啊，淡水土转来了后呢，心肝就想啦，啊，才做即两分外地的田地，要来维持即个全家的生活吼，实在讲吼，无啥物通好过日呢。自安尼伊就去干吼去。甲人学啦，学安怎拍棉被啦，吼、哦，较早吼拍棉被，毋是用机器，拢用人工，吼、哦，用人工，啊，就去学啊咧，吼、哦，学去学，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哦，伊学了出师啊了，若要讲伊也拍棉被啊，自安尼就伊家己住因迄吼，因迄个庄个啊较遐有一个较市啊内底吼，去个迄市啊迄搭吼，啊，家己去开店。一方面咧，啊，拍面铺、拍面罩，啊，卖面罩，啊，卖一寡枕头啦，吼，像我卖人就佫卖一寡物件，啊，就住迄搭，住迄搭租一间个店面，啊，就住拍面铺啊，住生活咧。生活了后吼，啊，安尼哦，伊若要讲哦，迄当时哦，因为迄当时庄内个人哦，讲拍面罩较少咧，所以赚个钱哦，较好赚，嘛真容易吼。哦啊，真用了后呢，无偌久哦，啊，生意就真好啊，就趁钱啊咯，有趁钱咧，啊，有趁钱了，哇，家庭的生活都袂歹啊，都真都吼，会使过了真好啊咧。了后这黄秀琴嘛，佫甲伊生偌济，生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安就变啊，变两个查甫，啊，两个查某，安就变四个啊，啊，变四个了后呢，因这个大姑、细姑，大家拢归宿啊，拢嫁出去啊，嫁出来，我安尼。安尼经过偌久呢？经过7年的中间，一家伙也会使讲过着快乐安定的日子。但是咱俗语一句话来讲，财是养人之命，害人之本。这个钱财哦，是要养哦，养咱这身躯啦。唔过钱财害人呢，真正吼会害人。人讲呐，有钱个使鬼都下无，迄都是为遮来啦。迄当时啊，伊即摆呐。即、这个淡水土为着生理的来往咧，啊，就交一寡啦，交一寡人要讲讲，你酒肉朋友啦，啉烧酒，啊，伊做生理啊，啊，就带啉烧酒，啊，啉烧酒的朋友啊，就时常遐去茶店啊，较早吼无像即摆讲有酒家啦，拢去茶店啊，
啊去茶店啊啉烧酒咯，啊端样啊头先吼，头先就啉到安尼哦，三更半暝啊，三更半暝就是十二点啦，哦差十二点就转来，啊就才转来。了后咧，渐渐暗时哦，哇，一下有当都无转来了，无转来，这小姐嘛来问讲，啊你啊哪会？你啉酒啉到，敢啉到天光咧？啊，咱无转啊！啊，伊就讲啦，啊，呾酒醉啦，啊，酒醉吼，啊，我就去店内啦，吼，去伊个面皮店啊，店内困啦。啊，就讲啦，讲我转来咧，第一哦，惊吵来吼，咱厝内面即个吼，咱个爸母啊，咱个四大人来甲吵精神嘛无好啊。啊，佮遮个囡仔呢，憨憨幼幼呢，若吵精神嘛毋好啊。二来呢，我为着工作。我安尼吼，住喺搭困，我住喺店里困精神，我就通去拍面照啊。安尼来嘛较方便嘞，吼、哦，就按甲因即个黄小琴就安尼讲，吼、哦，就安尼按甲伊讲啊，就对。所以住喺店内困的原因就是安，对即个家庭渐渐都疏远啊，啊，就真少转来因即个厝里了。即个黄小琴呐，要对即、这个因即、这个因即个水托甲伊提钱做即家庭啊生活费用哦。啊，拢摕一点仔予伊啦，啊，较欠的啦，啊，即嘛吼安尼吼，迄欠的生意吼真歹做呢，啊，拢欠少咧，安尼啊，拢无收效，较欠的，拢是安尼甲因即吼即黄小琴都安尼讲的，吼都安尼甲伊讲，对即个问题啊，在因即个单水土因爸母想讲奇怪，为怎样啊拢无转来困，啊，佫。佫拢安尼吼，安尼，即个小琴啊，若甲讲，拢讲安提东提西，佫甚物无好。所以哦，因爸母吼暗中就去甲调查了，调查才知影，讲单阿叔单水土已经熟悉一位的即个地点啊查某啦，已经同居啊啦。啊，同居了后呢，因爸母吼，迄当时吼，强烈甲伊反对，讲你哪会用安尼？但是伊毋听。啊，唔听无效的时候，最后咱爸母总是吼疼囝，就用这个苦口婆心吼，就来甲苦劝，讲既然啦，啊，你都吼，你都甲地点嘛查某已经同居啊，安尼吼袂要紧啦，嘛会用哩。唔过你对家庭的生活费用嘛爱照顾啊，一家伙遮尔啊侪人的生活，啊你吼，你拢安尼。啊！你拢无咧照顾，啊妈！你当讲唔听爸母的话劝解，啊！你是啥物意思呢？因即个水土啊，嘛无要听因爸母的话哦。为着安尼啊，因即个哦，爸母哦，看到因即个囝会变甲即型啊，拢是即个地点啊查某的即个应用，伊就想讲啊，阮即个乖卡，即个贤惠，即新妇啊囝，即个黄淑琴啊。为着这家伙的付出，搁遭遇这种的这委屈来忍受，过着这个日子，哈，啊为怎样？伊那因爸母那遐伤心的，你爱知影咧？我迄阵仔讲，自细啊都会做新妇啊，啊过来结婚了后，因囝就去做兵，到十年了后，这一切生活啊，等下无外久啊，因这个囝搁变呢，所以呢，伊就想看到因这个新妇啊囝，在我呢。啊，要做田，再来呢，啊，要去织布，因为伊迄庄内拢有迄落织布工厂，吼、哦，迄织布吼，拢用手工咧织布。就怎啊，伊就因爸母会使讲，就足安艰苦啦，伤心，搁因即个囝奈遮尔啊袂晓想。迄当时啊，就足气因即个水土的不孝，搁无正经，无守即个道义，无照顾母囝，所以因即个爸母啊，不准。就一阵啊，不做了后啊，就安尼吼，身体就因本来嘛老啊咧，身体就真破病，破病偌久吼，咱老人哦袂使受气，咱老人真正袂使受气，伊做啦一时不做受气，到尾呢，安尼无偌久啊，双因即个吼，大家大官啊都来亡啊，都来死去啦。啊，这若要讲起来，就会用讲小人即个水土啊，即不孝囝吼，甲娃娃气死啊，这会用安尼讲咱就对啦吼。安尼哦，了后呢，啊人咧讲啦，咱咧讲讲人讲体派的即个吼，的身体吼，嘛会胃啦，吼、哦，何况讲咱是哦，咱是即个肉体呢，
哪会用讲啊年久月深来咧拖磨，又搁受到这种的精神的打击啊！迄当时哦，因为啊，伊时常拢暗暗来流目来流泪流目屎，所以哦，这娘黄淑琴嘛，身体哦，嘛是哦，愈来愈无好啊！迄当时就时常破病啊了。在这当时啊，因这个红婿这陈水土抓到因这个黄淑琴的弱点哦，啊，就转来咯，加情加义，就对因这个黄淑琴安怎讲，淑琴啊。阿达你安尼啦，我看你安尼身体遮尔啊虚弱，安尼遮尔啊吼，安尼吼，搁做遮尔工课，无安尼啦。我带恁小妹啊，即爿讲带恁小妹，就是讲迄个吼，即菜店查某，咱对着。我带恁小妹吼入门来帮忙你做工课，啊安尼吼家内工课吼，互伊做，啊你就免遮尔啊辛苦啦，吼你嘛会用轻盈快活啦，毋免遮尔啊操劳吼。啊，你嘛通好好吼来调养你这个身体。头先啦，这黄淑琴哦，伊是唔肯答应啦。唔过呢，这个因这个红婿这陈水土三番两次用这个花言巧语啊，一直甲考去啦，一直甲诱拐啦。啊，这黄淑琴嘛，无法度啊，想讲甲这个已经都甲伊同居啊，无转啊嘛袂用啊，自安尼啊，就甲答应个啦。黄淑琴伊嘛知影啦，知影讲伊是安怎，伊是爱一个名啦，吼、哦，伊嘛知影了，啊，毋过无法度，无办法啦，吼、哦，三声无奈，啊，就互伊遮带入门啊了，带入门了有一段时间啦，头先有啦，即、這个菜店，即、這个茶店啊，查某吼，对因即、這个吼，即黄淑琴哦，袂歹啦，嘛爱到厝内面吼，啊，甲伊煮饭啦，吼，啊，甲伊洗衫啦。啊，而且吼，佫甲伊去田里斗做工课啦吼，甲伊斗帮忙，嘛叫阿姊长、阿姊弟呢。对这个囡仔嘛加减有较照顾。表面看起来是吼，是讲真好啦。但是咱俗语咧讲哦，树久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。即好歹到尾都露出马脚咧，吼都露出咧。头啊是有影真好，啊到尾都露出啊。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吼，狐狸尾就现出来了。这个茶店啊，查某就照着，就甲伊讲：“阿姐啊，即摆店的吼，啊近来吼，生意有较好，较无闲吼。我吼，我也是到迄面皮店，就甲伊斗三工。啊，要安怎？伊讲伊要去，黄淑琴有法度通甲借钱吗？这是无可能啊！自安尼就去。”就去街仔就对啦，伊因为我著讲，迄细厝大概较市面的街仔，啊一去啊就拢无转啊，拢住店的，拢住店的安尼，住生活就对啦吼。两个人就住喺店内安尼生活，住店内生活这是袂要紧哦。你厝内面一切即个费用哦，你无提出来，住安尼哦，甲伊断金啦，都无再摕钱转安尼。不但安尼呢，这黄淑琴哦，伊。要生这个第五，我迄阵啊讲生两个查甫，两个查，啊，即摆要生这个第五的查甫，这个查甫囝，拄啊好这个陈水土啊吼，因为啊啦，伊个装的足宽的，有分这个东边、甲西边，啊，伊咧伊去这边西边，啊，迄边东边，啊，去东边要办代志咧，啊，要办代志的时候，因遐装的人哦，就甲伊讲水土啊。恁淑琴的吼，要临产啊！若要讲，就是要生囡仔就对了吼。听讲是难产哦，阮老爸老真多啦。啊，恁较早吼，无这妇产科啦，哦咯，你安尼咱来知影吼，就无妇产科，拢是叫产婆来。伊讲真危险哦，你吼、哦，你嘛应该回去甲看一转嘞。这个陈水土听到迄个庄内人甲讲讲，因这个黄淑琴，因这个某要咧临产，要生囡仔。但迄落要办代志，无顾办，一下忽然，一下过去店的，自安尼都无来，无要来办代志哦。啊，这个人哦，啊，坐话啦，你应该慢慢去甲讲，结果伊又去甲讲，去甲黄淑琴讲啦。迄黄淑琴哦，气者哦，一下死死昏昏去，啊，人就甲救来了，甲救精神啊！伊哩当时哦，喊一声。放伊去啊，顺应自然啦、啊。伊就安尼，伊发一声了后哦，自安尼了后哦，伊就
开始就无爱插伊啊。不管因哦，都无爱也无爱去提钱啦，嘛无爱讲，嘛无爱，就专心来顾因的囝，顾因这个五个囝。啊，然后来会用啊讲吼，来吼，带一方面哦，做田，过去直播。伊心肝底就想讲吼，这款的野心气骨的这查甫人吼，里面啊太绝啦，也毋免藏在心肝底啦。啊，是安怎我来知才抢做呢？因为我甲伊熟识啊，吼，我熟识伊啊，伊吼，所以伊这是伊甲大家甲讲，过因庄内人甲讲，所以安尼伊知影了后吼。啊，即些讲起来，我想啦，即都是莫非就是前世因果啦，即种真实。咱释迦有做了讲啊，你即些逆境，即都是前世、宿世，毋知几世劫来即冤仇啊，哦，即都是因果。若无咧，亲像遮尼好女德的即个查某人，啊，因翁婿忍心对遮尼啊无情、甲无义呢？哦，你家想就是啥，即都是因果啊。了后，搁再经过无偌久的日子呢，这个淡水土的这个棉被店嘛，自阿哩搬来桃园，搬来桃园，啊搬来桃园了后，啊就自阿哩，就真少倒来厝呢，倒来因这庄的啦。黄淑琴哦，忍耐这个悲哀痛苦的心情，专心来请养这个五个囝。安尼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大汉囝呢？啊嘛，中大做兵嘛，倒来呢，啊嘛退伍啦。伊吼，若要讲吼，因这大汉囝嘛，找着一份的真好的工作。因这个大汉囝真优秀，即摆来下班吼，啊，就甲因老母啊斗做工课，吼，有当去田因。啊，若礼拜日啦，啊礼拜日吼，就去田因，甲因老母啊斗做工课，会使讲对因老母啊足好的。因查某囝呢，自家来读。六年毕业都无去，搁再去读初中。主要哩，甲因老母啊讲，你的业哦，接驳我替你接啊。因查某囝就去替伊接驳，去工厂接驳工厂。哦，啊，你家庭的生活就渐渐轻松啊了。哦，有囝啊，有查某囝，你甲伊斗住啊咧吼。啊，这黄淑琴嘛，就较有时间啊咧。所以早起时就在因这个庄内一间的佛堂。啊，迄间的佛堂咧。啊，因为迄主持人已经开个啦，常常吼拢出国去佚佗，啊，即黄淑琴嘛，就去甲摒扫，啊，去吼去佛堂家拜，互伊家斗三工就对。啊，附近也有即个讲堂咧讲道，啊，伊就去听，吼、哦、去讲，吼听即个圣母。庄内若有代志呢，有法度伊拢尽量去帮忙，尤其是对安怎对因庄内一寡吼少年的即新结婚的即个吼。诶，咱要讲少年新妇就对啦。啊，因为哦，查甫囡仔嫁去较毋知影代志咧吼，较嘛较袂晓煮菜煮饭啊。啊，拢吼拢会来问即个黄淑琴，啊是黄淑琴拢会甲伊讲，讲你着安怎煮，安怎煮，安尼甲讲。而且因即个吼，大家大官诶，大人讲婆媳啦，大家甲新妇，若有感情无好诶时候，伊拢去甲苦劝，即黄淑琴拢甲伊苦劝。种种的问题，安尼来甲伊讲，对因庄内会使讲贡献真大就对啦，种。然后来因这个无情的这红色这淡水土，有一届着大病，病到去住院啊。啊，因这个弟弟啊，查某就讲阿姊啊，哎呦，迄水土病到真严重，要安怎？啊，你就紧来帮忙。伊嘛照常去甲帮忙了，伊嘛去照常去甲斗做，去甲煮饭了。这种的度量啊，会使讲哦，世间真罕有啦。因为我口才无好，我袂晓表达，就是讲，这款的人你看，伊都无分因这个翁婿对这哩无情无义，伊嘛是甲帮忙，甲帮忙哦。所以因庄内人哦，拢称伊是啥？一位的这个活菩萨啦，吼、哦，的心肠。了后因这个吼，查某囝后生拢成家立业啊了，娶哩娶，嫁嫁，拢安尼，个人都去打拼。伊即黄淑琴嘛，即、這个家内代志都无爱插啊啦，吼，就无爱插啊。伊就更加较有时间哦，去帮助吼，去吼去扫佛堂啦，去听道理啦，吼，啊去帮助一寡做一寡善事就对啦。有一天啊，啊因为啊，伊来吼，因为伊若要讲迄哦，伊都有教我有熟识，伊来阮家找我呢，来吼来找我，伊就讲啊阿弟啊。
我即马吼较有时间安尼，啊，我听讲你咧听道，你讲是啊，讲我嘛对你咧听道，你讲好啊，啊，就正来台北找我啦，来台北找我，迄当时拄啊伫啊，伫兴真道场啦，迄间个感恩中心，拄啊咧讲玉祖大经啦，啊，我就甲带去啊了，带去听的时候，咧讲即个玉祖大经咧，伊当时啊，伊才想着讲啊，即个吼。这师傅，伊就讲咱老师是师傅。这个师傅讲道理就足好呢。本来因个大新妇要开这个一贯道的道场，啊，要开一贯道的道场啊。这黄淑琴嘛，等于就甲因这个新妇，甲因这个大汉仔讲，既然咱都要开道场哦，啊，不如哦，请迄个师傅来甲咱讲道理，互咱听。哦，伊来讲，伊讲，伊有去听，听了真好，哦。啊，结果我如果因囝真友好，啊，因媳妇嘛友好，真答应，真无，真好，请咱老师去看，聘请咱老师去讲经说法。经过了一段的时间呢，因为啊，伊自少年就一直劳心劳苦，操劳，那要讲操劳过度啦，自安尼哦，心念动念哦，变甲足严重嘞，变甲足严重哦，伊知影讲伊吼无偌久吼，都无在这个世间啦。伊讲，迄当时食换嘴啦，解口，讲要清口，讲要食素的啦。啊，要食素的时候，伊本来是食素的，爱食讲要食素。迄当时，因跩囝儿新妇啊，都一直反对呢。你身体病啊，遮尔严重，你食素哪会挡会牢啊？因跩囝儿新妇会使讲足有效，拢煮菜啦，滚咧排骨汤啦，好食，讲要互身体用。啊，伊就无爱食，伊讲干要食素的，都安尼啊。啊！伊这是有效的反对啦。啊，我来因为啊，伊身体无好咧，我有一天就去遐探病。啊，遐探病了后啦吼，啊，因话吼，伊就讲阿姨啊，阮阿母啊身体病啊真严重啦。啊，讲安尼啦，讲要食素的啦，啊，但是要安怎呢？我讲我来甲问看卖，我再甲问，我讲吼啊，这个淑琴啊，啊你是安怎？啊！你病啊，遮尔严重，啊！人恁跩囝都要煮一罐较营养，你食啊，你要咩白素？伊讲你唔知，阮庄内人哦，拢是哦，那，伊讲我已经住这世间无偌久啊，庄内人哦，那我若死哦，拢一定办错。而且哦，我兄弟姊妹足多呢，拢嘛安尼往生日啊，哦，往生日来甲我拜咧。啊，我来用你咧，哦，因为伊当时我就讲，伊请咱老师去讲经说啦，伊早讲哦，老师有咧讲，即个地藏菩萨经讲，咱人呐、啊，那即个死了后吼，那人呐死一定爱办错。伊讲我都知影咧，我若无清口，因为我若死了后，伊就甲我办错，啊我要安怎呢？我讲吼，安、哦、尼我来甲恁跩囝儿媳妇讲，我来讲，我讲吼，恁我著甲因跩囝讲，我讲恁吼是有效啦，无唔对。唔过，恁老母啊，今仔日是安怎会讲要来食素？你知？伊讲我唔知啊，就是惊啦，惊讲伊讲伊身体遐尼病较严重啦，待这世间无外久啦，伊惊讲万一啦死去时哦，恁会甲办错啦，因为恁庄内的人哦，拢是办错的啦，拢哦拜生日啦，啊而且哦，恁哦什么阿姑啦、阿姨啦哦，恁啊亲戚五十足侪个生日一人一副哦，伊无爱啦。吼、哦，你吼、哦，你我就甲讲，无恁安尼啦，恁就甲讲吼，你开车后盖若死了后吼，要甲办煞，安尼吼，我来甲恁老母啊考卷，恁老母啊一定就答应。伊讲好啦，阿姨，拜托，啊我做安，我再甲这吼、個，这黄淑琴在讲，我讲吼，恁囝儿媳妇答应我，你食醋袂要紧，后盖你万一啦归天了后吼，伊会甲恁办煞，你放心，啊你就吼。就因的孝道啦，互因阿婆因都遮尔友好咧，啊就安尼，啊就真正咯，食醋咧，真正咧死了后的时候，但是还未死的进程哦，迄当时哦，伊就甲因遮个囝哦，讲我吼，恁一切财产创啥，我拢无甲恁管，但是我上重要就是讲，我若死了后，这道场毋通甲我毁掉，道场爱继续落去。因囝甲答应哦，甲答应。因囝讲：“妈妈，你放心，你吼、哦，你做你吼、哦，用你的身体，吼、哦，
啊吼，人家讲讲吼，你吼你最你用你身体啦，啊万一若安怎吼，阮会照你的愿望，啊就安甲讲安尼，吼啊就安讲，啊大家就安做安尼了，啊就答应了后呢，啊就遵照，真正因老母啊死了后无外，伊死了后的时吼，做安尼就甲办煞，吼办煞一下，所以我甲认为伊是一个女人风行义德，尤其是令人敬仰。应该讲是称呼一个贤淑的，即有德行，会好做咱吼查某人吼的即个模范，真是人人敬仰、甲效法的即个贤淑的女人。自安尼了后呢，啊，几天了后，我迄当时啊，因为人要讲，我就实在我去甲送葬。应该讲吼，我头一届看到啦，偌济啦，安怎偌济呢？伊观察吼，伊当时无咧用即个火烧诶，嘛是个埋迄落大往埋埋葬就对啦吼，大块土甲，即个土葬就对。啊，伊个吼，伊即个吼，伊即个西边要去伊咧东边吼，迄田迄边吼，迄芒啊，规庄哦，因为我甲对伊安，规庄诶人吼，拢往啊往青茶水果安来甲拜，迄落是偌济啦，伊讲哦，即偌济，我头一甲看。即可见就是啊，可见伊对庄内人会使讲贡献真大，而且佫会使讲修养足好诶人，无哪有讲啊哩安尼，拢往即个青茶水果来甲伊敬呢。吼、哦，我是头一届看到啊，吼、哦，都安尼。啊，自安尼哦，就一下甲伊办煞了后，啊，即摆按甲种了后呢，种了后呢，安尼吼，无偌久诶时阵，因只囝儿媳妇就思思念念啦。念着讲啊，啊，阮阿母啊吼，啊，即摆吼，死去毋知去叨位啊。无偌久的时吼，在即个在迄个当年，吼，伊在迄当时呢，伊死了后，在迄当年的六月初三子时，在即个五经堂讲一首诗，咱即摆即首诗甲写到乌房顶。李顺良祖师五经堂讲一首诗。秀外慧中有异方，琴音达道摄诸侯。大哉受主继承志，福德无量免恶量。勤习律仪诸礼法，学成礼仁归心行。四明善政真为志，当愿重心有处方。啊，这内底有吼有三个注解，咱来看书海注解。注解第一，书海。秀外慧中，为外貌秀美，你内心慧敏呀。这书法讲哦，秀外慧中是啥意思？就是外貌，伊的外表哦，伊的外表会使讲哦，真秀美哦，像迄日本人哦，安尼哦，安足温顺的人。唔过伊的内心有智慧，有呐？智慧哦，啊，佮做代志哦，足认真的。这个敏就是哦，足认真的，伊做代志足认真的种。注解第二书里，义方合义正义，义方就是吼，伊做代志拢合这个正义，就是合道德啦，合道义就对啦。注解第三书啊，行，即袂使讲读作行，即摆就讲行，阴行就是念啦，就是咧拜念啦，迄个行。哇，咱即摆来看这个吼，看这个这是李顺良祖师伊书吼伊的，因为囝孙仔咧思思念念嘛，啊才出一首诗。佮你免烦恼啦，恁老母已经去做事啦，安尼。伊讲吼，伊在伊表面哦，伊外表是会使讲真秀美，毋过伊个心肝内底足有智慧，做代志咧拢合理合法。伊个即个吼，个琴声，若要讲伊写即个道场，即个像个音乐即个声，已经达甲即个咱达道，就是讲达即个迄落道德啊，来写伊只来写即个吼。即食即个吼，即道场就对啦。伊哦，伊当时要死的时吼，伊来甲因囝讲，讲我著讲，你啥物我拢无甲你管，但是即间道场哦，著爱甲继续落去，安怎？因囝结束嘛，继承伊的志向哦，所以伊福德啦，无量啦，毋免去地狱咯。讲哦，我今要去搭三恶道，拢毋免啦，伊会使讲哦，福德无量啊。伊著是去上天，安怎上天拍拼吼？安怎？爱学习即个吼规矩，即个礼仪，做寡戏哦。伊咧，
伊咧拜咧从这军心礼，这拢爱照礼部礼礼数来，所以你即摆你话拢大家拢无大无小啦，真巧个。所以吼爱学这个礼，哦，啊你无哦，所以你讲伊虽然讲去做神，伊嘛爱去吼去迄个做神的迄个专门吼咧咧教这个礼法，你要做神，你规矩安怎做啊？爱搁再去教呢，嘿吼，所以伊爱修这个吼教这个礼教就对啦。如果即摆咧，即个规矩学成，即礼教呐学成了后呢，啊，伊就去做礼，即个礼念的神啦，哦，即个拜即神行，就是归即个神的，诶，这条路就对啦。啊，寺庙即神经经为即个字，伊感染中心哦，主安尼哦，会用讲会用万古流芳啦，伊吼万，即就是即是祖师解说的。所以咱就知影讲吼，学到真简单。只要你一点心，哦，你一点心哦，你伊学都学无外久呢，哦，我这是讲重点讲伊吼，讲伊的经过，啊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做神真简单，啊，若要脱生死哦，啊，就爱搁较拼，哦，这就是讲吼，接福啦，即摆题目啊写接福做神，即摆啊写接福做神，啊，接福做神，甲写写就使，我这是讲伊吼，伊修正。伊有修查某人的即个三种素德啊，吼、哦，你看伊都有修，啊，所以咱查甫一定要修三公四位，吼、哦，啊，查某人若修三种素德，啊，哪个加减做些善事哦，啊，莫做歹代志，啊，你落去做善啊，结果呢，听讲即摆嘛脱善死啊啦，听即摆嘛是脱善死啊，所以要做善哦，真好修，啊，咱大家吼、哦、较拍拼的吼、哦，我就讲咱遮吼、哦。无咧讲灵感显化，拢讲修养吼。啊，即摆后期呢，佫继续即个因果报应，就要讲释迦有祖吼，伊嘛病甲真可怜，啊，即拢有根据的哦。吼，即我袂使无言的。啊，咱老师吼一句无言，伊绝对袂讲。吼，啊，我就照咱老师所讲的即个道理，啊来吼传达，吼咱大家知影。希望咱即个大言大德，啊有法度来照咱老师甲祖师讲的道理来修养。谢谢。咱一般普通庙的拜神，是大多数忠心义出，但若二祖都唔是，二祖都是一个修行人，哦，伊在正修行得道，后来出来传道度世，啊，人家崇拜神仙。我当场是出来传道啊，是无什么成就，因为我学文浅，后来当二祖师伊甲教导，所有的道理拢二祖师教我，所以我从二祖师的教导啊出来讲道呢。啊，真正存在就对了。